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柔一，新年快到了，来跟大家说段吉祥话。红兔祝你事业旺，兔郎祝你爱情长，有兔有真相，明年一定旺。我今天就是来吃爆这些年菜，我才不管它热量嘞。等一下，教练不管热量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有营养师就可以。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你们的体重管理好朋友一营养师。那我也来给大家一段吉祥话 ，Happy New Year to you。今天也要教大家怎么开心吃。嘿，过年如何开心的吃？身为教练兼健美选手七年的我，在这边祝大家过年不要吃到吐，体重不怕变三位数。不是我的目标，就是要吃到三位数的。身为一位登上奥赛殿堂的男人，来段吉祥话吧。祝大家兔年变壮。把空气突然安静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店长。那我们今天的菜色有福寿双全佛跳墙。佛跳墙里面呢，主要是蔬菜为主，但还是会有一些芋头啊、栗子啊，或是比较加工过的有蛋、蛋等等。所以记得吃的时候尽量挑健康一点的食物吃。吃到淀粉的话，饭要少吃一点。人家有没有比较喜欢吃什么部分？扇贝冬卷。佛跳墙的部分。那可能是香菇吧，因为其他的感觉不太可以吃。第二道我们就介绍你最喜欢吃的三杯中卷。三杯中卷它主要是低脂的海鲜，所以教练应该蛮常吃的。那比较注意就是三杯比较下饭，吃的时候饭不要因此吃过量。第三道是我们的长命百岁长年菜。长年菜是过年少见的蔬菜，所以记得可以多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吃，但是它吃起来会有点苦。苦苦的，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回甘的感觉，会象征的是苦尽甘来的意思。好，第四道菜是我们的富贵双方金银花火腿，这个呢就是里面有金华火腿跟炸烤麸，但是因为它两个包在我们的淀粉皮的里面，所以其实吃起来比较容易会胖。如果要控制体重，吃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了。好，第五道是我们的明年必发的发糕。发糕本身就是纯碳水加糖，所以如果吃的话一定要去练一下。但是会发，会发，要吃鸡肉会发，会发、不会不会，会发财。好，下一道是我们的樱花虾米糕。米糕本身的糯米其实升糖指数比较高，所以呢吃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半碗左右，不要吃过量。第七道是我们的财气满满东坡肉。看这个东坡肉的肥油，它其实就是高脂的肉，吃的时候很好吃，但要搭配蔬菜，然后记得淀粉越少越好。最后一道是我们的步步高升炸年糕。炸年糕就是淀粉经过油炸，所以其实身体也比较容易因此发炎。吃的话我们就随餐，吃完这些东西之后一起吃，不要另外当点心吃。好的，以上是我们今天要品尝的八道菜。那在试吃之前，我们请问一下健美选手，平常这些菜是不是都会吃呢？这其实我蛮随性的，大部分都会吃，只是我不吃的菜，煮太久的菜。好，谢谢。那 Alan 你呢？我是喜欢的都吃一点，然后吃完之后赶快去做有氧，然后把它消耗回来。一天做两次，各一个小时。哇，这么用？早晚各一个小时。大家记得哦，如果要吃这些好吃的菜是可以的，但是要记得去把它消耗掉。好的，那我们要接着进入我们的吃播大挑战。那你身上的装饰嘞？小编说我可以保持帅哥。嘿，保持帅哥。游戏规则，大家会进行抽签，签为八道年菜，抽到哪一道就进行那道菜的吃播奖评，最后会进行投票，不可以投给自己，赢有赏，输有罚。我是东坡肉，你是东坡肉，我抽到的是发糕，是三杯中卷，我是炸年糕。好，入口即化，难吃。有吗？我再吃一口。偏入口即化。没了吗？好吃。好，谢谢。先好了。
很香。你也要把它的路线。九层塔的味道很明显。OK OK。Q 弹的手卷。不分选址哦，抱歉。甜甜的感觉很幸福，红豆的味道很香，幸福的感觉。幸福。最后是我的发糕，也难超过。Oh no！ 好吃到形容不出来。你真的太好吃了，入口即化，好吃的感觉，很香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都享用完毕了，那我们进行投票的部分，都想好自己要投给谁了吗？觉得最好的部分，还有场外的工作人员也是哦。这一开始，觉得这次的最好的，请举手。没有吗？哇，场外的呢？没有，外面也没有，也没有。好，那投给柔毅的请举手。场内没有，场外大概两票。投给营养师的请举手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投给你。好，我投给你。谢谢，暖男代表。OK， 好，那要投给 Alan 的举手。3票，结果是投票啊！恭喜我们 Alan 获得我们第一届的吃播大赛，那你可以获得一个小礼物。所以相对的是 Jane 输了，我们要进行处罚的部分。好，那上处罚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惩罚，是我们的韩式辣酱夹心饼干。这次吗？是，请享用。什么香气吗？很咸，吃起来不错。吃起来不错。Say what？ 接着要帮这个 Alan 颁奖，我们这个大吉大利大发财送给大 Alan 的。大吉大利送给你。还有嘞，两个。还是蛮实用的，是要让你的肌肉变大力，变大力，越大力越好。对，那我们进行完这个吃播之后，接着我们最末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些温馨的事情。那一样，我们有准备几个小题目给大家抽签，那我们一样上道具。哦，我抽到第一题，今年最想要增强的部位是哪里？应该没有人 care 我想要增强哪里，是访问一下这一行。你最想要练哪里？应该是背吧。背。那我不会得了，可以多练几次，轻温几次。轻温几次？你要保持这样的态度，继续训练下去，为台湾争光。好。好，一样是你呢？应该也是背。你是背，那要不要一起练？他很强，我知道。其实我只是因为可以坐着练。想偷懒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大一人呢？最想要练什么？恋爱吧。恋爱 ING。有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。啊，谁抽到第二题啊？我就是。啊，又是你。有。有。2022想做但没完成的事。有哪些？拿到职业卡。拿到职业卡。那同时要干掉我左手边这位男人吗？目标。目标。追求的目标。给他个下马威。第三题呢？是你吗？对，我是2023年的新年新希望，希望可以增重20公斤。好。那第四题，我是2022最想感谢的人是谁？那其实就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家人，因为他们在这个2022动荡一年还是非常健康平安。希望在场所有人，每个人都可以健康平安。平平安安。那2022年其实大家都蛮辛苦的，
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一份力量往2023年继续迈进。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那我们最后给大家几句祝福的话：突飞猛进，大踏步。1, 2, 3 OK。